树就会有。对，然后夏天会很潮，大概就像这样。对，然后夏天快到了。哎，好像蛮像，对。那我就遇到你开完谱，还是你来学蝉叫，然后我来唱歌，比较有画面感。好，好，下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，这首歌来自任然，叫做《飞鸟和蝉》。
朋友飞鸟和蝉，希望你们喜欢。Thank you， 这首比较抒情、抒情的歌曲哦。然后刚为什么介绍就是蝉，它是一个夏天就一直喂喂喂喂的动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从飞鸟和蝉的画面一路延伸到夏天了。一样是现场的朋友点歌，是一首有点难度的歌哦。你说这首歌叫什么？盛夏光年。盛夏光年。看一下，我这首歌原来是那个五月天的歌啊。对啊，我其实最喜欢五月天原始的版本，但是现在好多人就是在选秀节目会为了炫技来有各种改变，后来很多人翻唱就对了。五月天自己有跟邓紫棋再唱一次合唱版的，然后最近大家最喜欢的应该是 Ivy 李艾薇的版本。最近吗？对，最近这一年的最新。好，那我来听听看永姐版本。
现场来宾点歌，哎，气氛突然好沉重。这首歌原来是这么沉重的歌，我好像第一次听哎，这首歌。对，这是五月天的歌吗？对啊，但是它其实原本是 four band， 所以是一首还平平乓乓很吵的歌。它原本比较那个嗨一点这样。对，不过因为现在太阳已经有点大，我们的版本稍微抒情一些。而且这首歌它其实有个学名叫做那个什么 Google 导航让我迷路。迷路的歌吗？对，因为这首歌叫我不转弯。对对对，它就是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你就很容易迷路。不知道如果大家咦，大部分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是不是都是住附近的？就是可能没有很远，因为我们从那个新北市过来是要经过那个越过山丘，就是如果真的不转弯的话会迷路的哦，会直接撞上那个山壁这样。对，不转弯之歌。而且你好像是走那个山路过来。对啊，你就一直转，一直摩托车差点骑不动。现场还有那个大朋友小朋友有想听的歌吗？刚气氛很客气哦，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点你们想听的歌曲哦。对，那个虽然导航让你迷路了，气氛不要那么沉重，真的唱完有点太抒情。有 ，Hello， 要听什么歌？出现了，来吧。谢谢谢谢。开心的歌。今天终于出现了。出现了，马上出现。等一下会不会出现那个传说中的电影歌曲？电影歌，你是最近的？前一阵子我知道，大概半年前左右，就是走到哪都有热爱你105度的嘛。这首是你会的吗？这首歌还行。你要唱还是我要唱？还是要猜拳？猜拳吗？说的人唱还是你的人唱？几把？这样怪怪的。很详细这样。啊，不然这首歌我应该还 OK。可以。我来试试看。好哦。那我们这个点歌的少年，您要来当舞团吗？对，我们点这首歌都有一个不变的规则，就是点这首歌的人要来前面跳舞。对，这样等一下他就是大家都不敢点歌了。真的，自由发挥，我们没有比赛。对，李丽蛮害羞的。害羞，你可以在那个树荫下，因为现在这边真的有点热，日光直射。那如果大家有喜欢我们的带来的歌曲，也可以给我们多一些的支持和鼓励哦。好，舞群是不是持续的在增加中？太赞了，增加增加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也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夜上红拂着笑又再站起来，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很安心当你对我说，当我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，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清澈的蒸馏水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不怕失败，来一场痛快的热爱。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清澈的蒸馏水。笑又再站起来，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很安心当你对我说，不怕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，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
你比清澈的蒸馏水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不怕失败，来一场痛快的热爱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你比清澈的蒸馏水。会不会唱？会不会唱 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初五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你比清澈的蒸馏水。时代不怕失败，来一场痛快的热爱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谢谢，送给大家这首歌是热爱一百零五度C的你。唱完真的好热哦，越唱越热了。真的，这首歌很比较快，然后就。很热，今天真的太阳很大。大家真的知道热爱一百零五度会变怎样吗？会烫伤哦。会变蒸汽啊。水蒸汽。好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好，那还有下一位点歌勇士要来，有想听的歌曲要来跟我们说吗？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呢？我唱完这首歌，我觉得要喝一下水。好。真的那个。要喝一百零五度的水吗？会热死啊。那我们现场的那个优质的摊商们，还有辛苦的工作人员，你们一样也可以跟我们说要听什么歌曲，有最近喜欢的歌，或是想要分享给小朋友的歌曲，可以跟我们说。大家都听什么呢？亲爱的年轻人，想知道你在听什么？想，那我们来唱一下《想知道》。话说，其实那个就是因为有些人比较害羞，其实我们这边是可以用线上的那个。什么线上高科技点歌的高科技吗？没错，因为前面有大勇和正宇的 IG 的 QR code， 如果有人在使用 IG 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可以用 IG 传想听的歌给我们。没错，有手机的话，就是在远方就可以直接，你们前面都有 QR code 可以直接扫，对，然后直接传你们想听的歌曲。有人点歌了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我知道这是谁点的，所以是要叫她看过来吗？